走，上来呗，带大点啊！呀妈，这个鸡大，在这呢，我给管子啊！我看你逮不住，鸡被打哪了？啊！快快快快快快！你上啊，胖子，你上啊，扑啊！胖子，哎，你不能来硬的，知道吧？你得来软的，这鸡吃软不吃硬，知道吧？跟你啊，吃软不吃硬。我发现这个鸡软的也不吃，就来硬的，知道吧？俺们俩包着，你走这边，我走这边，啊，有大哥，开大哥也行。我的亲娘！到站，你不不，爷妈，你烧水，我杀鸡啊！胖子，哎，来，把这肉馍给烤吧。这么简单了？哎呦，笑死了！妈，一天没让吃鸡馋了吧？怎么样，爷妈，烤干净的？我来剁，来，你剁哈。爷妈想吃什么味的？家里不是还有半瓶大酱吗？行，拿来搁里炒。我今天弄大酱炒鸡给你吃，不行吗？好的，火候我来掌握哈。我可乖乖。这着急的还给我杠上了，我都不行。小心点，火热的。都小点，爷妈。爷妈的刀工还行哦。哎，好看哈、哦。嗯。乖。哦，又掉了。这肉肯定好吃。爷妈，哎，你那扒，我来洗，啊，都冰凉的，不然冻手冻掉了。哪有没教会你？我来切，多给那大葱里好吃。爷妈，哎，拿你八节花椒来啊，等会你还烧锅。命啊，走哪都烧锅了。就是，回家挨上我，不烧我谁个饭给你吃哦？那裤子都不能是你身上提的，明天哈，我都上县城里找遍了，我得给你买条背带裤给你穿了。你不能给我买个褂子穿吗？褂子也买。啊？行。来，哎，你看你好对啊，这种花的。还想要花的？啊。你不谈恋爱，你要花的干吗？我感觉你，看你谈恋爱我都不中花了。你没啥，我第一年上你家里来看你的时候，穿什么样的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哎，穿着一身借来的西服，然后梳个大背头，我一看这哪里来的，跟村干部一样呀。你以为咱兄弟妹的不？要写命，还有好意思提呢？也不嫌丢人。行，锅热了，注意哈，朋友啊。哟，变成金黄色了呢！胖子，把酱拿来，快，来，把酱拿来，快。哇塞！加点火，快！这大酱炒香之后，就跟鸡可以混合了，快。你说啊，我弄个饭。到来的得来到，还到底是你炒好吃还是我炒好吃呢？大酱炒好吃。鸭妈火车里的，火车里的放进去。鸭妈，哎，拿盘子，我再给它炒了。好了。啊。你看这中间的缸子，你回来喷头嘛。拿大盘子啊。我今晚都干个三碗米饭。你要干三碗，我都可以八碗。我觉得没办过那米。来，快吃！我得感觉一下能掉我嘴里来。这我吃个试试。少吃点，我这少口味碰里头。
这大酱花嘴就是不一样。那杨妈，哎，俺不是躲过来把你吃的吗？你看那还给他偷吃，快，就搁你门口吃啊！今天有太阳啊。好。不烦，不要丢。我的个娘嘞！你都干啥子丢？心脏都给你吓破了。胖子，嗯，哎，你是不是偷吃的呀？来，尝尝这个大酱炒鸡，味道怎么样？嗯，怪好吃。我怎么感觉这大酱怎么炒出来乌溜黑？我跟你说，大酱哈，不光炒都黑，就自家晒的酱哈。嗯，面酱酱都黑。嗯，但味道真好哈。嗯。你看阿胖，嗯，哎呀塞！你天天撩我的车，都撩习惯了，不？我感觉俺家阿胖越长越漂亮，还双眼皮，你看。哈哈哈！你慢点。你给我嚼那个味道，跟阿胖嚼味道一样，硬刚着呢。胖子，嗯，这板栗是真好吃，不是？嗯。我知道你欢吃板栗，我是煮好板栗，就搁里炒，怎么样？嗯。面面的好吃，一壶一个，大葱蒜还，嗯，咋味啊？胖哥，你那台词怎么讲的嘞？嗯，就是这个味哟。想不想？嗯，少了你这句台词，就少了灵魂，我感觉。我来吃个大葱。是的。上次老妈不是说阴阳养几个小鸡吗？过两天买的。这老年人心愿哈，俺必须给他达到。对，这不是你小孩的心愿。他说了，你记着不就行了？你直接买给他不就行了？你看这鸡啊，炒出来香，都买的呀。你小公鸡买的，到那边喂，回家俩秋的啥吃了？你原来你想的是这个。